今天来读《腓立比书》第一章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《腓立比书》第一章。《腓立比书》第一章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，写信给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，愿恩惠、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，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常在我心里。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。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。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们的征战，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